她是演艺圈第一贤妻，刚生下孩子，老公就吞下200颗安眠药，但她竟选择这样做，真是个好女人。看贤妻刘涛是如何养成的。2000年她凭借一部《外来媳妇本地郎》闯进娱乐圈。在《还珠格格》第三部里，她是新颖尔康的缅甸公主；在《天龙八部》里，她是萧峰倾心不已的阿朱。她就是刘涛，她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荧屏形象，演技备受好评。在观众眼里，她温柔、知性、贤惠，身上透着东方女性特有的气质，是万千男性心中最理想妻子的代表。其实，她演过的许多电视剧我们都耳熟能详。在《问君能有几多愁》里，她一人分饰两角，既是周娥皇又是花蕊夫人。在央视版的《白蛇传》里，刘涛版的白娘子演绎了另一种优雅的美。在《女人花》中，她则是坚强隐忍的黄梅儿。2013年的一部《贤妻》是她现实的写照。在生活中，她就是一位人人称赞的好妻子。在真人秀节目《花儿与少年》之前，观众对他的印象只停留他令人心动的芳容上。真正认识他是娱乐圈难得的贤惠女星，则是在节目播出后。其他六位嘉宾都有些许争议，只有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黑点的人。节目一开始，他展现的整理术立即秒杀了一片观众。一位嫁入豪门的女人竟然是一位优秀的家庭主妇，实在难得。之后她更是成了最忙活的人，一会儿帮忙削水果，一会儿又去搬箱子，又飞奔去问计程车，又帮忙住计划下一趟行程，根本没有要停歇的意思。观众很惊讶，她也是明星啊，是好多人的女神，可是在节目中她没有端住明星架子，没有任何娇气的成分，而是展现了一个最接地气的自己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此外，他更是时刻想住别人。在旅行中，他全程负责拍照，想让大家玩得开心。参观斗兽场时，因为许晴生理期不舒服，刘涛主动留下来陪住他。为了让其他成员从斗兽场出来能够一眼看到他们，他放弃了自己游玩的机会，
主动跑到正对斗兽场出口的位置等待。当大家累得瘫倒在床上时，他一人又忙住拿热敷眼罩、颈部腰部救命贴给大家舒缓疲劳。刘涛能比一般女孩更能吃苦，和她的童年经历是分不开的。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家里姐妹众多，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会帮忙做家务了。买米换煤气都是他在张罗，加入军文工团后，他更是比别人要刻苦得多。三年以来，每天都是五点起床，早早的集合，早早的去训练，过住简单又艰苦的生活。面对观众的一致好评，他表现得非常谦虚，他说自己就是爱干活的人。去了刘涛的男人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。面对丈夫的变故，他没有再打南来时各自飞。在丈夫最萎靡不振，甚至一度要自杀时，她依然坚守，不离不弃。是她拯救了丈夫，拯救了家庭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2008年，刘涛嫁给了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珂。按理说，嫁入豪门，她应该会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当年他们的婚礼都用了将近400万花费，可惜天有不测风云。婚后王珂就濒临破产，亏损3亿，欠债1200万美元。再加上亲信背叛，好友反目，王珂很快就陷入了精神抑郁。此时他向刘涛提出了离婚，而刘涛依然选择陪在他身边守护他。刘涛说，当年丈夫一日服过近200颗安眠药。他生孩子的那天，王珂在医院昏迷不醒。她刚出产房就要求去急救室看丈夫，而那一次的昏迷让王珂险些命丧黄泉。在王珂自暴自弃，失去对生活的希望时，是她挺住大肚子陪住丈夫去旅游散心。在王珂脾气暴躁、胡言乱语时，是她时刻守护安慰丈夫。为了帮助家庭更好地度过难关，刘涛婚后又复出拍戏。一接就是好几部，只为了帮助丈夫减轻债务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
于在她的努力下，丈夫王珂的病情有了好转。她改变了丈夫的所有恶习，并鼓励他东山再起，重新开创新的生活。现在他们终于度过了难关，而且还养育了一男一女，家庭幸福美满。一个女人嫁入豪门，家道中落后，拯救丈夫，独自撑起了整个家庭。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离婚，更没有在生活毫无希望时选择退却。在刘涛看似平静的笑容背后，隐藏住很多人难以得知的心酸和痛苦。当大家知道刘涛背后的故事后，都纷纷被他感动。至少在当今这个讲究利益的娱乐圈中，刘涛完美地诠释了一个贤惠的女人是这样炼成的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作品、有人气、没绯闻、没是非的大明星，却也有不为人知的过去。据网友挖坟，如今刘涛的幸福是建立在另一个男人的痛苦之上的，而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是他的前夫李维敏，一位在享誉台湾的著名建筑师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据小编了解，刘涛在与老公王珂闪婚之前，其实曾与台湾知名建筑师李维敏相恋，两人感情如胶似漆，甚至有网友称两人已领证，并且买了豪宅准备装修，仅差举办婚礼宴请四方宾客了。刘涛和李维敏相识过程颇具戏剧性。2002年夏天，刘涛接受张纪中导演的邀请，从上海坐飞机赴北京到《天龙八部》剧组试镜，而他的旁边坐在正是李维敏。当时李维敏手里正捧着金庸的小说《天龙八部》。P.S. 哈哈，您难道是月老派来的？于是乎，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立马涌上刘涛的心头，随后两人便从武侠小说渐渐聊开了。原本以为不过是一次飞机上的偶遇，两人最终能算是一面之缘的朋友，殊不知缘分就是这样的妙不可言。2003年底，《天龙八部》播出后大火，刘涛也一夜之间蹿红。2004年，他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。这时，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位建筑设计师，而这位设计师正是李维敏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当得知刘涛没有男友时，单身的李维敏开始对刘涛展开疯传的追求，而刘涛也倾慕李维敏的智慧和才华，所以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。交往期间，李维敏曾投资失败负债，刘涛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所有积蓄交给李维敏。 PS 这与后来刘涛的老公王珂生意失败的桥段是多么雷同啊。
在刘涛以及身边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下，李伟民很快就走出了困境。05年6月的一天，李伟民特意飞到上海看望刘涛，晚饭过后将刘涛带到一个山坡上，在亲朋好友的欢呼声中，在五颜六色的烟花升腾中，李伟民郑重向刘涛求婚。突如其来的惊喜令刘涛感动得泪如雨下，点头答应了李伟民的求婚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李伟民将刘涛宠爱得像一个公主。为了给他做好吃的，他工作之余研究菜谱和烹饪。当知道刘涛喜欢看法国艺术电影，李伟民就特意跑到法国把他买了一套原装的法国影片碟片。他甚至重新买了豪宅，只要刘涛今天答应他结婚，他明天就会举办婚礼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但是世事难料，正当李伟民憧憬住美好的婚姻、美好的未来时，他和刘涛之间的感情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直到一个叫王珂的男人出现，李伟民的梦幻瞬间破灭。2007年8月，刘涛和富高王珂在北京王府井半岛酒店的电梯口相遇，王珂立即被刘涛的美貌和气质所迷住。其实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刚认识的女生是谁。第二天他进办公室，发现桌上杂志的封面刚好是刘涛，于是他开始到处问人：“你们谁认识刘涛啊？”同年9月6日，从报纸上打听到刘涛下落的王珂特意去参加了一场时尚派对，在那里他和刘涛终于正式相识了。爱火滋生的迅猛而又热烈，仅仅20天，9月26日，两人就在北京某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。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间，李伟民崩溃了。他曾试图挽回刘涛，但最终却徒劳无功。随着2008年1月6日，刘涛和王珂奉子成婚，并在婚宴现场向媒体宣布婚后将退出演艺圈，安心相夫教子。李伟民彻底绝望，据身边人透露，他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。参考来源：